人生一局棋，关于输赢，我们总是无能为力。迷茫之时，多半在局内。当你悟透的时候，人已在局外。唯有用平和的心态看待遇到的一切，就会简单明了了。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，用积极的态度应对人生的风风雨雨。你经历了，努力了，为之而奋斗了，就是成功者。发现自己每日做着和旁人一样的事的时候，你便已然被环境同质化了。永远不要忘了想想做了什么超越当前环境的事，而不是准备着去做什么。不管你经历多痛的事情，到最后都会渐渐遗忘。过去的一夜，能不翻就不要翻，翻过了灰尘，会迷了双眼。牵挂一个人，是你闲适时的全部，是你忙碌时的休憩。心中有牵挂人的话语，梦中会有牵挂人的身影。生活给予我挫折的同时，也赐予了我坚强。对于热爱生活的人，他从来不吝啬，酸甜苦辣不是生活的追求，但一定是生活的全部。试着用一颗感恩的心来体会，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人生。不要因为冬天的寒冷而失去对春天的希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